今天9月23号，星期五，早上时间的6:30。我们每天要追求高品质生活，就必须要有高收入。你想想看，你要买个名牌也要钱，你吃个高级餐厅也要钱，你买个高级轿车也要钱，你要住个高级的洋房，都是要钱。你一个月赚22K，你能干什么？你22K，你的生活条件除了租金，然后就是吃个阳春面，加个卤蛋，加个豆干，你还能吃什么东西呢？你顶多他妈一个礼拜，对不对？吃个自助餐，对不对？花个800-1000的，是不是？你还要买衣服，你还买些日用品呢。所以我们必须要想到投资。我们一向用小钱赚大钱。我们今天539爆出去的牌子。我们从来没有赔钱，哪一个人敢跟我讲一句话，呛赌打电话来跟我讲说你赔过什么钱？就算我这个礼拜输了3-4-6，对不对？6-4-6-4-6-4，请问你明天后天我们用 order 会不会回来，会不会中？你们哪一个人狗胆的话就打电话来跟我说你是在骗牌啊？你们哪个打电话狗胆来跟我呛赌，是不是？我们不是吹牛的我们也不是我通常在股市名牌、六合彩名牌、539名牌，我这个社长是最讲的最公道、最实在。投资要用小钱去赚大钱。今天我们公布的539号码，听清楚喽，公布12只：02、02、07、07、13、13、14、14、26、26、28、28、34、34、35、35、22、22、32、32、27、27、37、37。如果你有汇600块钱的来的话，你可以享受一个礼拜块钱，一个礼拜可以我们享受我们六次一个礼拜没有中的话，你可以继续我会传6只给你。从今天开始，没有汇600块的，我们通通一律不再传了，因为我也不再公开了，因为现在已经1、2、3、3期输了，你也没传，只有一位读者传了100块来，扣掉22块本钱，扣掉8块本钱，我实拿72，15块的话拨钱，再扣掉7块的现实赚22块，我实赚78块钱，我也非常感谢这位读者，现在开始你必须要存600块钱，我即日起我绝对不再公开6只号码，不再公开6只号码，因为1、2、3期失败后，以后要用 order， 各凭本事赚钱。你要想获利，你要想赚钱，你要汇600块后再打电话来通知我，要不然一切免谈，棉花店失火免谈呐，欢迎你打电话到0979-04-04-92，0979-04-04-92，或是打我的 Nine 的电话0915-008814，Nine 是0915-008814，请你打这两个通讯的号码，0979-04-04-92是台湾大哥大的，台湾大哥大网内免费的，请尽快打电话来，今天祝大家都能中奖。然后周末呢去吃个好的食物，去 shopping 去，但是都要钱，一定要获利，赶快去汇600，打电话来给我。